尊敬的各位仁者，大家好。大家请坐。我们继续来讲君子修身之道。刚才呢，我们讲到呢《弟子规》的总序，即是学而第六章。孔老夫子先头讲的四教，文、行、忠、信。在先进第十一篇呢，又讲了四科。我们将那张经文读一读。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正是、言友、季禄、文学、子游、子瑕。这个是孔门的四科，每一科里面都有代表的人物。德行呢，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个人第一。四科当中首重德行，德行是根本。跟着讲颜渊、宰我、子贡这两位能说会动、能言善辩。政事呢，是讲政治，治理国家，治理一个地方。咁演有贵路，贵路就子路，是最优胜。文学是子游、子瑕，文学放在四科当中最后。这个文学当然亦是指学经文。咁四科同埋前面头先睇嘅四教嗰个编排唔一样，四科将文学放喺最后，四教将文放喺第一。咁根据宋朝嘅王伯侯先生，佢有个《昆学基文》里边讲，这个王伯侯咧又叫做王英麟。王英麟，他是《三字经》的作者，他字伯侯。他的《昆学基文》里面是这样说，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编排的顺序不同，各有道理。四教首先讲文。孔子讲的博学于文，要学文就要博学，学得越广博，越深入越好。从广博到简约，简约到最后讲忠信。所以学文最后要归到忠信的德行上面。如果失去了忠信这个根基，那个文
就冇用啦，啊，唔可以帮我哋成就德行嘅，啊，我哋想成圣成贤，亦都唔可能做得到。咁四科呢，将文放喺最后，呢个系从本到末，本末或者一棵树，本系根，末呢系枝叶花果。啊，嗰、那个根本就系德行。有呢个德行，嗰、那个枝叶花果先能够繁茂，而且可以年年开新枝啊，开新花。啊，咁德行仲有个根本就系孝悌。孔子讲嘅《孝经》里面讲嘅。孝是德之本也，所以《弟子规》这个七科可以讲将孔老夫子的四教四科都总结归纳出来了，整个圣贤的教学都在其中。啊，我们前面讲这个《论语》的概要里面讲到，《论语》的修学的方法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学文就是博学，修行呢是约之以礼，解行要并重。在明末清初，牛益大师也有个四书解。牛益大师是佛门净土中第九位祖师，但是很注重儒学的这个学问，作为大乘佛法的基础。他在注解《论语》这一章经文当中是这么讲：直教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不是先行后文，盖文是道统所记，孝悌忠信等，即是文之实处。所以《弟子规》的总序，前面六科是行，后面是文。这个不是讲话先行后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是说我行得很好我才学文，不是。是一切时一切处，文行合一。用经文来指导我们的修行，用修行印证经文的境界。解帮助行，行帮助解。解行合一，这样才叫做修行。那这个文是道统所记，就是经典里面的圣言道统寄托在文字上面，所谓文以载道。孝悌忠信呢，是文之实处，将经文落实了。这样的学法就叫做学儒。如果是离开孝悌忠信这个德行，离开行而单单学文，文没有实处，这个文就充其量叫做搞儒学的，搞儒学研究，对自己的修行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得不到学习圣言的法喜。我们要知道，所以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喜悦怎样才能够得到呢？文行合一就得到了。
咁呢度咧，我哋将弟子规嘅总序啊，即系《论语学而》第六章啊，讲解咗啦。啊，作为整个《论语》研习嘅纲领啊，咁下边咧，我哋转入入则孝嘅学习啊，我哋仲系用弟子规呢、这个标题啊，将《论语》嘅每一章分类，用《论语》嚟解释弟子规啊，体现出弟子规同埋《论语》不二啊。咁入则孝，我哋讲呢个孝，首先呢，总说。我哋用《为政第二》呢一篇里面嘅第五章嚟讲一个总说啊，呢一章经文系咁讲：孟夷子问孝，子曰：无为。范迟喻，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范迟曰：何为也？子曰：生时之以礼，死时之以礼，祭之以礼。根据孔安国的注解，孔安国是西汉时期的经学家，他是孔子的后代。孟夷子呢，是鲁国的大夫，他姓仲孙，名何忌。这个义，孟夷子的义是他的谥号，就是死了之后后人封他的。当时鲁国国君没有实权，三家的大夫专权，这三家分别是孟孙氏，即是仲孙，叔孙氏，季孙氏。而三家当中呢，以季孙家族最强大。三家勾结起身，将鲁国的大权掌握在手中。所以鲁君呢，他是一啲实权都冇。呢一种现象使到孔子非常之不满。点解呀？因为呢个严重嘅违礼。君不君，神不神，国君不似国君，神子不似神子，神在君 之上，凌驾于君的头上，这个是违礼。因为孔子当时很有名望，所以三家对孔子都很尊重，尤其是孟孙家族。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个孟夷子的父亲希子死的时候留下遗嘱，要他的仔孟孙何忌跟孔子学礼所以呢，孟夷子呢，虽然他是贵族大夫，但是在名分上都属于孔子的弟子但是呢，在孔子弟子传里面呢，没有孟夷子的名字为什么他没有列名在孔子弟子传里面呢？根据刘宝南的《论语正义》讲，因为孔子当时在鲁国做过大司寇，就是宰相的这个地位亦都是大夫他呢，为鲁君出了一条计策，就是将三家的都城堕出去，堕都。为什么呢？因为将这个都城堕了之后呢，等于三家的权力
就冇啦。诶，自然就收归啊老君之所有。啊，咁结果咧，孟奕子啊违抗呢个命令。啊，虽然孔子系佢个老师啊，佢都违抗。点解咧？为咗保存自己嘅家族，啊，保住自己嘅实力，唔肯啊，堕呢个都城。结果呢个计划最后破产。啊，所以佢系违抗孔子，亦系违抗国君。啊，佢嘅父亲临死之前咧，叫佢学礼，佢系违礼，违抗父亲嘅遗嘱。所以啊。这个属于咩呢？不孝亲，不尊师，啊，不忠君，违礼啊！所以孟奕子问孝啊，点样系行孝呢？孔子答复佢：无为呢两个字啊。咁答复呢个意思，当然系因为鲁国三家。大夫啊，都系违礼，所以孔子啊，叫佢哋啊，事事依礼而行。如果违礼，就系不孝。咁当时孔子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啊，可能系翻去啦。翻去嘅时候咧。孔子另一个弟子叫范迟啊，为孔子驾车啊，所以范迟御呢个御啊驾驭啊驾呢个马车。咁啊，孔老夫子咧就将呢件事啊讲俾范迟听啊，所以子告之啊：孟孙闻孝于我，我对若无为。咁根据郑康成嘅注解咧，孔子点解要将呢句说话讲俾范迟听咧？啊，原因其实咧系为咗第一，希望范迟啊能够啊继续发问啊，因为讲咗无为之两个字，呢两个字嘅意思，孟义子啊未必听得懂啊，冇人听得明啊。咁啊，需要人再继续问落去，孔子能够发明呢个意思啊，所以孔子咁样一问咧，范迟就会继续问落去啦。啊，范迟曰：何为也？啊，就系呢个无为啊，系咩意思啊？引起范迟嘅提问，呢个系孔老夫子教学嘅善巧。啊，咁另一个意思咧，系希望啊，范迟能够将孔子真实嘅意思啊，传达俾孟义子听。孟义子听咗无谓，佢未必懂啊，啊或者懂佢未必真正深刻嘅了解。所以孔子喺呢度继续解释落去，希望范迟转达俾孟义子，啊，要佢改过自新。啊，所以孔子喺呢度讲：子曰，生时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就系父母在生嘅时候，为人子要侍奉父母，啊，以礼嚟侍奉。对于即系呢啲礼节啊，要一丝不苟咁样去落实。礼嘅本质系敬、尊敬，所以事亲尽礼啊，就系对父母嘅孝敬。啊，咁。父母去世之后，啊，死葬之以礼，以礼嚟
办理丧葬的事情。啊，这个丧礼啊亦都好紧要。点解啊，是表达为人子的这一种哀伤，这种孝思。还有每一年四季都要啊祭祀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先人。啊，都是以祭礼来去祭祀的。啊，孝经里面讲春秋祭祀以时祀之。春秋讲两季，其实包括一年四季。四季都要祭祀啊。啊，好似我哋依家呢个月嘅清明祭祀嘅日子。啊，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祭祀嘅日子。冬至也是祭祀嘅日子。喺呢啲祭祀嘅时候，我哋用咩祭品，用咩礼节，都有个讲究。啊，孔老夫子非常注重啊一个丧礼，一个祭礼。论语里面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死的时候葬之以礼。啊，追远呢就是祭之以礼。追是追思，所以祭祀它是教育啊，是一个孝道的教育，应该要恢复啊。古时候历朝历代的帝王建立新王朝，第一个事情祭礼作乐，将礼乐啊复兴起神。点解呢？如果没有礼乐，就叫做乱世。啊，好似春秋时期，虽然有礼乐，但是礼崩乐坏，就叫做乱世。嗯，咁礼有几个最重要嘅礼，啊，一个系官礼。啊，男子二十岁成人就要行冠礼，即系戴帽啦。啊，表示成人。第二个婚礼，第三个丧礼，第四个祭礼，呢啲系最紧要嘅礼。啊，仲有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如何去交往，啊，点样去进退应对，呢啲都有礼嘅。咁新中国成立到依家六十几年，啊，婚礼、丧礼、葬礼，仲冇一个啊统一嘅标准，冇一个统一嘅制度，需要啊赶快去制定。啊，有一个礼，人民生活佢就有标准，有一个规范。啊，古人讲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啊。啊，所以一定要有礼啊，咁先能够恢复道德仁义啊。啊，用礼嚟治国，就是等于用道德仁义嚟治国，咁先能够使社会和谐。咁孔老夫子喺呢度教导孟夷子嘅无为，就系不为礼。啊，父母在生又好，死咗之后啊又好，都要不为礼。呢个就系孝啊！一部孝经。
其实讲嘅就系咩呢？以礼事亲啊！欧益大师喺注解喺呢一章经文当中讲嘅：克己复礼，方能以礼事亲。为礼即非孝也。孔老夫子教导颜回嘅克己复礼，你要依礼行事，一定要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啊，将自己嘅毛病习气控制住，所以要克己先可以复礼啊！哎，如果纵容自己啊放肆，哎，咁点可能话守礼呢？唯有自己克己复礼，先能够以礼事亲。啊，如果违礼啦，就系非孝。啊，即使你对自己嘅父母喺物质上供养得好丰富，但系事亲不以礼，仲系不孝。啊，这个是很深刻的。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自己的，啊，一个错误，啊，一段反省。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先头跟大家报告，啊，在美国生活简朴，啊，很悭使，但是呢每年都会回来探亲一次。那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是96年底 ,97 年初我回来跟自己的家人母亲过春节。那我买了很多礼物美国呢其实没什么特产什么朱古力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些用品等等买了不少。回来呢赠信自己的母亲家人亲友。那临行之前头发长了我就想到在美国剪头发呢好贵。最便宜都要12美金。如果我留长一啲呢返到广州嚟剪发呢咁就喺街边嘅嗰个理发店5蚊鸡人民币。咁我係喺美国学金融嘅。呢个账我好识算。所以呢我就决定呢将头发留得好长。就唔剪住等到返到广州先剪。结果呢从美国起程我是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经过达拉斯转机转到洛杉矶又转一场机去到香港在香港呢转那个直通车回到广州。等到回到自己家真是风尘仆仆加上头发好长成个乞衣一样。然后呢拍门啦我妈妈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听见我叫门呢即刻打开门我向我妈妈鞠个躬抬头一看哇我妈妈从头到脚非常光鲜我妈妈即刻呢请我入去坐低将准备好的热茶跟我递上来。然后同我微笑着讲莫心我知道你今日返嚟你睇下我寻日特登去理发店烫咗个头发。当时我听到我妈妈咁样一讲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点解咧？你睇下母亲嘅心啊，同儿子嘅心就唔一样。啊，母亲系谂到啊，自己嘅仔同自己分别一年多啦，啊，翻嚟一次唔容易啊，啊，应该俾佢睇一个好嘅形象。啊，所以特登做一个好嘅头发，啊，着得好光鲜，让自己嘅仔睇到之后咧，觉得安心，啊，冇后顾之忧啊，唔使忧虑啊，自己嘅寂寞嘅母亲。诶，结果呢个儿子嘅心里边点谂咧？啊，谂啲差价，啊，边度平边度贵。虽然呢个出发点系为咗悭钱，亦都唔系一个坏事，但系将悭钱摆喺对母亲敬重之上啦，咁就错啦。孝经里面讲：礼者敬而已。啊，孝亲要以礼孝亲，这个礼是什么？讲到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敬，尊敬，孝敬孝敬。如果没有敬，怎可能有孝呢？啊，所以事亲，如果不敬，就是为礼。虽然这件事很少，其实讲起身，我妈妈可能都唔记得咗啦，但系我一路喺度记住，啊，我就用呢个事情作为对自己嘅呢个反省，啊，呢个要求，啊，冇睇啊，呢个系一个小事，好似啊，可以唔使咁啊，讲究得咁犀利啊。其实啊，要知道，虽然是小事，如果我哋唔防范、唔谨慎，佢就会变成大事。小事上不孝不敬，佢可能会发展成大不孝、大不敬。啊，即小恶就成为大恶啊！念头一丝毫不敬嘅话，咁发展落去就系违礼啊，就系、是、不孝。所以呢、这个光谦啊，光谦啊先生，佢对藕益大师有一个补注。诶、啊，藕益大师嘅四书解，佢系补充嘅注解，啊，光谦咧系民国时期嘅大学者、教育家。佢讲一部《孝经》啊，三言尽之。呢三言就系孔子讲嘅：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呢三句说话将整部《孝经》啊概括晒啊，《孝经》只不过是这三句说话的展开说明啊，所以入则孝啊，其实就是一部《孝经》啊，啊，这一部《孝经》就用这三句说话总结。咁《孝经》上面讲点样行孝，诶、啊，经文上讲：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孝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事亲啊，对父母要尽孝啊，呢、这个开始，呢、这个系下手处。啊，再提升咧，事君，君系君主，
古时候君代表国家，因为系君主时代。依家咧变成民主啦，人民当家作主啊，所以人民就代表国家。所以事君用依家嘅说话嚟讲，可以变通一下啊，可以讲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事君的意思。你能够在家对父母尽孝，出到来工作亦都尽心尽力，忠于职守，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这个是孝心的提升。到最后忠于立身，忠是终极圆满的意思。立身行道，圣圣圣言，这个是孝的圆满，好像孔子孟子一样。在之前呢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这些都是圣人。他们都是通过立身而能够尽孝。所以孝经其实就是孔老夫子的圣圣圣言的行文他对自己修身来讲可以圆满，亦都能够帮助治国平天下。弟子规是孝经的基础，是论语的基础。孝经上讲始于事亲，对父母亲。弟子规里面的入则孝就是讲事亲。能够做到事亲了，先可以谈得上事君立身。那如何事亲呢？孝经里面第十章记孝行章有讲到，孝子之事亲，居则治其敬，养则治其乐，病则治其忧，丧则治其哀，祭则治其言，五者备矣。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这个是所谓事亲五字，因为五条里面都有一个字字。居则治其敬，这个字字是什么？自力，全心全意的意思，尽心尽力的意思。孝子怎样去事亲呢？居则治其敬，这是第一。居住在家里面，居家对父母要尊敬。养则治其乐，养父母呢不单止养身，最紧要养心，使到他快乐，使到他幸福开心。病则治其忧，父母有病了，儿女要尽心尽力侍候父母，帮父母排除疾病的忧患，甚至衣不解带，侍奉床前。丧则治其哀，父母过世了，行丧事
要进到爱思，对父母嘅过世非常之悲痛。点解？因为父母在世嘅时候，我哋呀、未能够使到父母得到我哋完全嘅孝养。依家父母走咗之后，冇机会孝养父母啦，非常之哀痛啊！祭则自其言，呢、这个言系庄严。祭祀嘅时候，祭神如神在啊，好似父母就喺面前。这个祭祀是纪念、思念的意思。我们通过祭祀的这些仪式，表示我们对父母的纪念。要庄严，要肃穆，要用至诚心。所以这五者备仪，你具备这五种对待父母的方式，咁先叫做事亲。所以事亲五字，你五条都做到了，你事亲先叫做圆满。咁弟子规入则孝，其实你仔细睇下，不外乎就是事亲的展开，就是这五种事亲的方式的展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呢归纳起身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三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之以礼包括什么呢？居则自其敬，养则自其乐，病则自其忧。你父母在生丧则忌自其哀呢，就是葬之以礼嘛。祭则自其言呢，就是祭之以礼嘛。所以论语当中的三句说话最简单概括了孝经的事亲这一章，亦都概括了弟子规的入则孝这一章。咁我哋将弟子规展开，睇下系咪究竟同呢个《论语》当中同《孝经》里边嘅系一致嘅？你睇下，事之以礼，佢就系居则自其敬，养则自其乐，病则自其忧。咁居则自其敬咧，就系弟子规入则孝嘅前八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个就是致敬啊！你做到这八句，那就是对父母致敬。下面呢，养则自其乐呢，这个弟子规下面讲的，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一路到下面，事虽少，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勿虽少，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亲所恶啊，谨为去。身有伤而亲忧，德有伤而亲修。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言。亲有过，鉴洗羹；而五色，犹吾升。鉴不欲，越服鉴。好泣水，
他无怨。这个就讲养则自其乐，你将这些通通做到了，父母先开心了。咁呢啲弟子规嘅经文，我哋呢度唔开解啦，因为时间关系。我哋过去曾经讲过弟子规，讲过有不同嘅版本。依家有同修都包括写成文字出咗书。我哋呢度有流通。咁大家可以翻去睇下呢啲解释，就知道弟子规里面经文嘅意思啦。咁病则自其忧呢，就係弟子规里面讲嘅，亲有疾若先尝，昼夜息，昼夜侍不离床。所以呢三个方面讲嘅係生时之以礼。下面葬之以礼呢，弟子规讲嘅，丧三年常悲泣，居处变酒欲绝，丧尽离礼。这个是靠经里面的丧则自其哀。咁祭之以礼呢，就是祭则自其成啦。就是弟子规里面讲的，祭尽成，视死者如视生。所以一部弟子规其实就是讲《论语》的这一章。这个入则孝就是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这个事亲的基础上，咁能够将孝心带到社会当中，为社会人群工作，你才能够尽忠啊！忠心和孝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所以古人找忠臣怎样找呢？求忠臣于孝字之门啊！人能够孝顺父母，他才能够忠于自己的领导，忠于自己的职守。到最后立身呢，就做到圆满了，圣圣圣贤了。咁我自己从小由于母亲的教导，所以呢，对这些孝道方面呢，有少少的体会。记得我在19岁那年，我刚刚上大学，一年级。那一年的生日，我妈妈呢，跟我写一个生日的贺卡。在这个贺卡里面，她将她对我的人生的规划都写出来了。这个是1992年19年前我妈妈的贺卡，咁我想读出来呢，同大家分享。谋心儿，祝贺你19岁青春的年华，这是你迈进大学的第一个生日。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只有失去时才知道它的价值，这就是青春和健康。希望你做一个智者，身至庐山之中而知庐山之美。你已经成年，今天和你谈谈我对你人生的总体策划。假如环境没有意外，你的道路是大学毕业或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或硕士学位，攻读博士或博士学位，争取到当今世界发达的国家学习和工作，成家要慢，立业在先，
遵循、遵循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养方面，克服浮躁，一心不乱，增加自控能力，宁静致远，行中庸之道。三十岁前学习积累打基础，三十岁至五十五岁成家立业，干一番事业。五十五岁后修心，总结人生，修持往生之道。这样，当你回顾往事的时候，可以智慧的说：我活着的时候好充实，离去的时候好恬静。永远爱你的母亲。1992年5月。回顾你19年我行过的人生道路，我都可以智慧地说，妈妈对我的一部分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譬如说我拿到博士学位了，譬如说我亦都做了教授，使到我妈妈能够当上博士妈妈、教授母亲。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我妈妈的愿望需要我一生去奉行。譬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圣贤的志向。所以当我获得了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终身教职之后，我觉得离自己的妈妈的要求还觉得很远。因为圣贤的志向是需要牺牲奉献才能够实现。而圣贤在当今世上他做什么事呢？我们想想，如果孔子复生，他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呢？他肯定是教学。教什么呢？教圣贤之道。教君子修身之道。你看孔子周游列国14年，回到自己的故乡鲁国开班教学，门下3000弟子，72言。他是从事教育工作，他知道《礼记》上面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唯有用教育，尤其是圣贤教育，关于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才能够转化人心，使到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孔老夫子当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如果他在今日复生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从事同样的教育工作。这个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咁我哋学孔子、读《论语》，向佢老人家学习，所以我就毅然辞去咗我嘅大学嘅工作，一心一意跟住我嘅恩师学习圣贤之道，边学边讲，教学相长，每日都同大家分享学习嘅心得，今日呢我的喉咙不是很好，但是呢我都要上场，不可以间断。
啊，点解呢？因为我嘅恩师今年85高龄啦，都系每日讲四个钟头啊！啊，我依家又系每日讲四个钟头啊，国语两个钟头，粤语两个钟头啊！我今年38岁，恩师系85，冇得比噶，佢都唔休息，我哋点可以休息呢？通过教学，首先自己得利益，啊，教人先教自己嘅，啊，你讲修身啊，呢、这个君子修身之道，你自己要先做君子，啊，你教人孝，自己首先要行孝。你自己唔做孝子，你教人去行孝，唔可能。一定要先自己做到。所以，我妈妈喺1992年对我嘅呢个希望，我到依家都喺度啊，依家奉行。我在30岁那年，我舅父同我写了一个生日贺卡。他说话：茂森，你从小到大没什么优点，唯一一个优点呢就是听话。啊，听话用孔子的说话讲就是无为。啊，不可以违背父母的教导。在家不违背父母教导。在学校不违背老师的教导，出来工作不违背领导的教导。啊，现在呢我辞了工作了，跟我的老恩师学习，亦都不违背老恩师的教导。老实听话真干，这个就是无为啊。所以君子修身之道两个字概括起身就是无为。啊，不违背圣言教导啊！咁你呢一生就一定能够成圣成贤啦。你能够成圣成贤啦，先可以帮助呢个社会达至和谐，啊，帮助别人，亦都转凡成圣。好，今日呢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有讲得唔妥当嘅地方呢，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多谢大家。